在此刻，只有你和我，我只想要你能陪着我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，你为我付出那么多，难道这才是最好的结果？我想要对你说的都没能说出口，为何到最后你还是没有放开手？我给你想要的快乐，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难道这才是最好结果？最后把我的错误想要对你说，我快乐给你的时刻，有你就不会寂寞。其实我明白了，就让这一切都重新来过，难道这样才是最好结果？就让这一切都重新的来过，这不是我想要对你说。为何你还是一个人的担心？我要你陪着我，为你做些什么？到现在我还是一个人，如何成全我的生活？